软枣子，我本来是串成串串的，结果太滑了，切开就是这样。我这个手透了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就跟那个小牛油桃似的。看。皮稍微一点点的酸，里面是纯甜的。不喜欢吃皮就吸，能吸出来，软了之后能吸出来。但是我喜欢吃皮。